社区那个还有我的主意。赶快进来看我哦！好多人哦，好多人哦，好不习惯啊！哇，这个造型，こんにちは，怎么啦你？有没有时间呢？我现在在哪里？如果你现在过来抓我的话，你抓得到，因为我会逗留到七点左右。赶快大力分享，我要人数给他过。赶快人数过七百，好不好？问你们呐，有没有时间？阿德玛瑟哥，那我现在来找我。其实我化身成为那 AV 女优，日本的欧巴桑来，我就想，快点哦！很喜欢我的人赶快过来，因为今天呢，我要跟你们说，来到现场的人，只要我点中你。随便抓一个别人的老公，我就给他按摩按摩按摩，从你的脚底按到你的肩膀。好了，总之我们这里呢是正的，是正的，在新山可以开到一间这样子的一个按摩的中心哦，实属厉害。我本来来到就应该是那种普通的足浴啊、马盖啊，随随便便的，来到这里我吓坏了，这里哦的装潢超级无敌的日本 style。等一下，跟着我带你去参观完整间。那我跟大家说，是这个就够了。所以今天人数，我看男女不拘哦。来到现场抓我的，只要人数在线的过七百人，我们会送你三项的这个养生保健项目。会不会很潮？有时间赶快进。哎，我一讲潮，每个人不敢讲话。继续大力分享先，我带你们去游览一下，参观完整间的这个按摩中心，可会吗？来啦，赶快啦，大力分享啦！人数过七百人，我们会送三项养生保健项目，总价值342块。第一项，磨砂、拔罐、刮痧30分钟，头肩按摩30分钟，足部按摩，脚底60分钟。分享次数越多呢，就会呢得奖机会就越高。今天只需要在直播下按赞。留言写上我想要得到足道奈良居的养生保健项目，因为你的 reason 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分手，跟我分手吗？然后呢，在直播下带两名朋友，喜欢按摩的，全身很酸痛的，喜欢日本妹的，赶快进来。最后一定要 follow 我们足道的这个奈良轩的这个 page 就可以了。赶快要大力分享哦！跟你说，这个书位在哪里呢？就在91号 Jalan Sutra 一 Taman Sentosa 的这个地方，很容易。有去摇头吗？那边是摇头厂对吗？东京懂吗？不是那栋 block， 跑过来这边就是了。好，结束了，在哪里啊？我已经 check in 了，等一下我跟你们说，给你们正确的 location。那现在呢，为了配合我们这个开幕，现在反正在我们的这个店里面呢，有这个做一个促销活动。促销活动就是来我们这边呢，消费任何一道这个项目，60分钟到90分钟，还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的这个呢体验的这个泥鳅。泥鳅是什么东西呢？我等一下去问一下他们啊，只要点赞，然后呢 like 我们的 page 就可以了。很想脱我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，然后再跟你们说这里要重点是什么。对，就是这样简单。iPad 可以收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跟着我进去参观一下，大力分享啊！人数到七百人呢、啊，没有戏还是萌萌？为什么不会上呢？是有吗？是有 share 到我的 page 吗？有啊。快点分享一下哎！摇头厂在另外一个 block， 看一下，美到不要不要的，为什么不会上的 ？Hello， 是很萌是吗？我在等七百人，快点，我带人去参观，等人数上一点先，才635不够啦，会不会萌萌的？
不是介绍日本寿司，这是新山第一间以日本装潢为主的一个按摩的这个算是按摩中心。刚刚我进来都吓到我，很多我的菜都是超过50岁的安哥。等一下我去聊他们，而且很萌哦，线很萌哦，线萌人数就会小小的嘞。太多了，等一下你看我。我只是看用我自己的锅具啊。你们差一点点就700人哦，你们不要下线先，我 try 一下。700人了，要管还是不要管？萌萌会不会萌萌的？想脱我的衣服的人，赶快来！我先看一下我 check 我的线先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就是这样了啦。哦，反正700多人了，我还没有讲完话，给我讲完我重要的东西。今天我们是要配合我们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足道带良轩的开幕典礼啦。等一下，来到现场的人可以得到我的亲手按摩、全身按摩。好了，再跟大家讲话呼吁一下呢，在新山的朋友或者来到新山玩的朋友呢，都要来到这里来支持一下。我们这里现在有补费，有美食，还有呢就是抽奖活动。第一奖呢是 VIP 卡，里面有500块的这个现金，500块现金券，还有日本的这个呢精美的小礼物，总价值1000块。来到现场，第二奖的就是08排毒120分钟，价值300块的现金券加日本精美小礼品，总价值500块。第三名是足道身体按摩，60加60分钟加120分钟，还有100块现金券加小礼品，总价值300块。来到现场的人还可以吃不菲看美女，这里随便抓一个日本妹都很漂亮的，我告诉你们了。而且还有第三的就是28块，我们有这个体验券，传单里面呢有一个体验券，跟负责人拿一个那个体验券，那个传单好像有我的脸这样的。等一下带你们参观，听我讲完先。这里每位设施都貌美如花的，看到没有？他们都很害臊，没有人什么人理我。要带你们参观一下，快点破1000人！讲了，美女接触传单吗？可以呀、谁？为什么跟我借厕所？为什么要跟我借厕所？和我美女借厕所一下可以吗？所以来到现场，赶快赶快，不要下线。这是直播里面送出的东西，上面有临摹我的脸，临摹我漂移公主的这个呢，60分钟的这个是在直播里面送给你们的哦。こんにちは、愛してる。私は愛してる。来到这边，我们这里哦，这是在直播里面送出的60分钟的这个按摩，凭着这个呢，我会在直播里面送出去。上面有我的 face， 有我的脸。这个你的心仪拿着，然后现场呢，我们有28块的这个体验券，附近的居民哦，住在神多沙的，如果呢有这个传单收到的话呢，我们里面都有附加一个体验券，28块，还可以得到68块的脚底按摩，记得要来之前先预约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你参观完整天，你会不后悔看这个直播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还有售卖了168块秒杀超值配套，168块，原价700块，一共300分钟的这个5个小时的这个里面有包括呢，我去后面讲了。鬼年到这样潮，你拿着。我觉得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完先，不然很鬼年到这样潮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还是有呢，就当天呢就当场有售卖168块，就是呢原价700块的配套，一共呢就是300分钟，足部按摩60分钟，足尖按摩60分钟，香薰按摩60分钟，磨砂耳足拔罐60分钟，还有泡澡 SPA 加上汗蒸60分钟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足道生养生集团的 Kaki Kaki Group 旗下的这个是分别在马来西亚新山区市区一带，我们有1号店足道养生馆，2号店足道金杰极简馆，3号店足道风之勋，还有呢就是盛大开业4号的足道奈良轩，就是这里即将营业的，就是呢足道安之都在 Mount Austin。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分行，当然来到这里除了看我一定要跟你们介绍这个日式的环境，你们会全部 VIP 的享受。我就让心仪来拍我了，来跟着我走，拍我瘦一点。我们从门口开始讲起，来到这里看到很多，不要这样近，来到这里看到很多日本妹，但是都不是日本妹来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外面的场景先。所以今天赶快来到这里，因为什么呢？现场呢会有
师，还有一个美人，你看哇，很多很多日本妹，但是都不是日本妹来的。来到这里，你可以享用美食，你还可以拿到这个优惠券，以下就是28块。除了在今晚呢，有的是我们的这个幸运抽奖的这个活动以外呢，我们呢也会在今天哦，当场的售卖的我们这个168辆级的，来到门口走进来，也可以看到这个休息间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旅展会，在这里有很像封面都封面书，但是是假的。那你们的里面包括了什么？还有糖可以拿，包括了。走吧，这个我可以拿的。哦，这个这样寄来一下下。Sorry， 有点神经病。走走走，我们进来看一下。然后这里有 reception， 哎，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吧。Hello， 很帅的嘞，这边。Oh, come on。然后进来这边的话，我们就一直打听那边是 VIP。我来，面对他们一下，他们很。要快1000人哦，快点1000人哦！来到这边。老实说，在马来西亚穿上这个鬼年刀的和服，我很像整个霸掌，好像很小矮人走在对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。听说呢，从 reception 走进来的时候哈，你会看到我们的一个。就是共享的一个脚底按摩室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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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是可以，是可以啊！这个呢是有分开的，就是每个人都就是每个人有个独立电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讲演过来给他们看看一下嘛。转这里就不可以转你那边。我转我这边。Oh my god！ 你在后面。音响在这里，音响在这里。Oh my god！ 我看不到你了啦。这里都有。自己的独立电视，然后自己独立音响，你可以自己选择看你自己要的节目。哦，是可以，是可以，我担心我爱死了呢。然后这边是如果人多的话，你需要用这个共享，因为后面有客人，所以我就。然后最重要这边，我们还有这个老姜哎，用来泡脚热疗都有的，多少人啦？其实我都写到很少，920。赶快再分享，过1000人可以送多多来拍一下环境一下，慢慢来，镜头不要摇，不要让他们头晕。不要让我们头晕哦！哇天哪，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啊，吊顶的东西哦，它居然有一个自己，你看，来，独立电视 ，VIP 的这个整个享受，靠近新加坡关卡，晚上打了油，没有回新加坡的朋友哈、啊，来吃一个宵夜，按摩一个脚，我跟你讲，保证你马来西亚的价钱，新加坡的享受 ，Come on。来到这里，快点，要1000人喽！赶快，哎，要拍下我们的主持人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打一声招呼，来。Hello， 好漂亮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Belinda。Belinda 是今天的主持人。我不是主持人。你是什么？我们是负责人。负责人，你这个是要给我的还是什么？等一下会有给你。哎呀，给我的哈，我自己要拿这样子，哈哈。来，走进去，然后走。刚才我看到很多阿劳坐在这边了，然后你拍我。Oh my god！ 然后欣怡拿着这个，哇，这个是什么地方？这个是一个抽烟的空间，噔噔噔，萨古热，萨古热，噔噔，哎，进来嘛！原来这个抽烟的地方哦，是有这个，不要太摇了，不要太快，慢慢。是这抽烟的空间，是你按摩脚了，老婆还没有好，你坐在这边跟你的布拉哥喝两杯，抽根烟。哦，拉拉剂，聊聊天，然后整个就是很像那种外观就超舒服的啦。然后这边是有 aircon 的，可以抽烟在这边。然后是一个玻璃室，走来，当，哎，这么夹在里面。当然这边就是浴室啦，也不用多加介绍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然后我就带哈，楼上，现在要带大家去楼上看看。楼上是 very very 的 very important person 去的， come with me，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会有这个，你看 outdoor， 你看有冷气还可以抽烟的，来打声招呼。Hi. 线上有多少个人？嗨，800-900多人来 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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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
我现在就是要上去了，然后这个鼓有没有？哦，从哪里上？从这边有 VIP 按脚一个，这里还有一间 VIP 按脚的地方，所以你的脚如果是很 very important person 的人哦。Oh my god！ 来拍我，拍我，拍我！你们快点呢，才980多，差两个人就要一千了。哇，这里是，这里是带我妈妈、带儿子来，我们三条水鱼在这里，你可以躺在这里，很像咸鱼这样，是超级无敌舒服的 VIP 室，在这里你有自己的空间，你不用跟别人混在一起。这里是非常棒的，都是以日式的主题为这个装潢，大家可以完全看到来到新山，这里绝对绝对助理拿稳点晕呐、啊，刚刚讲恐怖症，这是刚刚你拿一个那边的，这是两个人的，这个是哦，这个更好，来我再介绍一下。所以说你们不知道吧，很多情侣偷情呢，他们都喜欢去按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独立的空间，如果你跟你小王啊包养他，还是什么男朋友啊跟他在一起的，没有地方去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，来来来进来，你可以看到你老婆有没有走过，有没有按到你啊，然后你又跟你小三在这里按摩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椅子哈、哦、可以有自己的 self control， 这个东西的话 oh my god， 我看看这是几个吧，这个是椅子小弟哦，来来来，哎呦呦，小高好像坐飞机这样嘞，很厉害，我没有坐过头等舱的，你懂吗？哎呦，好像可以刷不背，然后这个可以缩回去的，不要管他，给他们自己弄。来，我男朋友来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坐在这边，快点，小我不要，我不要进。来来来，我们去楼上看看，走，还有更美的地方，你们会哇！就在新山，就在我们大丰，隔壁有个妈妈档，对面有个摇头。你进到来马来西亚，摇了头，吃了宵夜，过来按摩脚。哇，这 reception 超漂亮的，哪稳点呢？走，就要上楼了，上楼上楼介绍。我们先有个优惠配套，我跟他接这个卡来一下，谢谢。哇，这个看到没有？现在只需168，转过来向我。再还没有上楼，来，再跟大家再说了多一次，168块，只需168块。我们这个机是秒杀，只有 only today， 今天开放，只限今天，原价是700块的配套，只有今天为了庆祝呢开张，只卖168块，包括我们的足部按摩60分钟，足尖按摩60分钟，香薰按摩呢60分钟，磨砂耳足拔罐60分钟，震撼泡澡 SPA 60分钟，你都可以享有我们整间店的这个设施。谢谢大家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谢谢，好美，要不要入镜一下？哎，有很多日本妹来，要我们这边都是美美的，打声招呼。好了，走，就带大家上去楼上参观一下，因为楼上我基本上有点担心没有线了，没有网速的那个费哦。But by the way， 168块包括了500个小时，哎，多少个小时？120。5个小时。原价是700块的配套，快点来。300分钟。走，我们去楼上。我跟你说，这外面有点热，佳佳不要出去，所以我就上楼了。来，到你拍我。你上去先，不然等下。嘿，哎，没有拍那张。要，走了啦。哎呦，啊，是不是？慢一点嘞，我也很粗鲁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介绍二楼的环境。我是担心网速 OK 吗？ Okay. 人数有掉吗？没有。上。楼上呢有很多个空间，我觉得我要带你们来上到这个二楼的时候呢，慢慢有一个樱花树，但是这个樱花树又不是樱花树，它是一个假的樱花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每一间房间。美女，我要上镜，美女可以啊，可以上镜，可以上镜。嗨，嗨，你好。有1000个人的嘞。哇，这边好多美女。过两天我就来这边的按摩脚，哇，现在看见舒不舒服？哇，安迪，这么你的手指要这样的？这个是这个 what the meaning is 这个，谢谢你要多来捧场哦。好，来到这边，我们这里看到这个是应该是精油按摩的房间，似乎是有点，
拍得到吗？可以。房间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很多安哥，也希望撩哥回去。哇，你看这是三个人的闺蜜同行，都可以在一起按摩。然后大家可以再看看一下，这个都是精油的、哦、如果刚刚在一起的情侣排泄了，还有拉一条布、哦、然后带你们去看一个 very very VIP 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在这边，这个也是臭棉，这个没有了，这只是一个。原来这是刚才龙师在这里，你看，有这个。好，对，刚刚楼下可以看到这边，你看到了吗？看不到，是，只可以看到这样子。嗯、安迪很想进、啊，走走走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个 VIP 室。在这边呢，你看有个就是按摩的地方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。然后一定要介绍的东西是，这里有很多独立的房间的按摩，所以精油按摩啊，还有一些推拿啊等等的，都是在楼上这边进行的。然后我们再走这里看看一下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房间，这里，但是都很舒服。这两边的话呢，就是一个是单一的空间，当然这里呢我们也是有进行一些子宫护理的。你要慢点，子宫护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灯，它可以这样照出，就是照你的子宫、卵宫的这个。其实里面比较暗一点点，但是又很舒服。但是这个最后一个给你们呢最厉害的地方，一定要去参观这个房间。我该在里面换衣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定要自己来走啊。你这人走路很像那个企鹅哎，太美丽了这里，哇！我们这个补光灯是我的，忽略它，可以再按亮一点。拿回来了，妈的，直接下两百多个人，网络一不给力，直接从卡了、蒙了、断了。哇，我刚才几个人一千了，对不对？980多，980个人掉剩663，你们好意思吗？你们，啊啊，没安内啦，不要这样子啦，我们差不多也要去楼下呢，就是呢开张仪式啦。大家参观了我们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竹道轩奈良居，就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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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预约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秒杀，赶快来这边。这省多少？我们这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？晚上一点，就是早上11点到凌晨1点都可以来这边呢。记得哦，如果要来的话呢，赶快预约。前天预约的话呢，这个呢我们就预留位置给你啦，非常棒，你看。所以还有什么那张纸呢？最后我要跟大家交代的东西呢，就是今天我们的促销，大家应该是了解吧。后面是没有冷气，刚才我那个很美的地方，底下我会拍照给你们看。没看 VIP room 吗？就是看那个，可是里面没有线，但是我底下有线。对，一进去就没有线，我又拍照来权益给你们看。底下我会全部地方给他拍一轮先。好，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整个装潢呢都是以日式为主的木色的这个主题。可是我不敢进去嘞。然后最重要，我们这里有提供的项目呢，就是女性保养、子宫卵巢保养、按摩你的肚子。下个星期还会推出胸部保健按摩，还有呢按脚的大厅呢都是有特制的这个呢 VIP 音响、自动按摩椅。最重要的就是呢休息区呢有香蕉花茶招待，还有这个水流的这个人造水流空间哦。我们有 VIP 室，刚才那个地方哦，想多一次促销啊，我会放在那个官播软文的后面呢、啊。今天我们有的促销呢，就是呢168块秒杀超值优惠券，原价700块的，一共300分钟。今天签单只需要168，平时是卖700块的。OK， 就是有足部按摩60分钟，足尖按摩60分钟，香薰按摩60分钟，磨砂耳足按摩60分钟，泡澡 SPA 还有汗蒸60分钟。哎呦，人数掉完了。然后今天我在直播里面会送给你们这个优惠券，上面有我的安迪的脸。然后呢这个呢是会在官播之后大力分享，赶快如果你有在附近的话就亲临现场秒杀我们这个168的配套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再拍那个 VIP 的房间给你，因为里面断线了。然后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，我们是要去剪彩了对吧？这样我就先关了对吧？谁是你们要拍剪彩？要拍剪彩要吧？要拍几张？啊，就要。他只是要戴眼罩，那个罢了。啊，戴眼罩剪彩罢了啦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关播了，拜拜。等一下再上照片给你们看哦。